好，你看到这好可爱的影像哦，仔细看像什么？很像是 Teddy Bear， 这是呢美国航太总署 NASA， 他们拍摄到火星表面的地形照片。可是你看，真的很可爱，很像是泰迪熊在微笑，看起来非常的萌。这个照片呢是 NASA 的无人火星侦测轨道器呢，在这个火星上空约250公里高处拍下的高解析度照片。那么呢，仔细看看哦，这个两个像眼睛的地方呢，其实是陨石口，那口鼻部分的 V 字呢，可能就是塌陷的火山口或是泥浆喷发口，所以整个看起来就很像一只泰迪熊的脸部轮廓。立刻下载镜新闻 APP， 一手掌握新闻时事，尽善尽美，尽好新闻。